小心。 今天就是圣诞节，一会儿的训练可要好好表现，这可决定着。 哇，你不会忘了吧？所以你要加油。对了，这是我做的贺卡，你把名字签上就好了。
衣服就在那边的椅子上，换好之后就出来吧。林浩应该已经在外面了。我的小雷娜塔，你今天可真漂亮。告诉我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博士爷爷，那真可惜，北极蔷薇的花期已经过去了。不过，你一直是个幸运的姑娘，继续找吧，不要耽误一会儿的训练就好。明明已经叫过他了，怎么还不来呢？算了，再等他一会儿吧，你可以趁机闲逛一会儿。小结巴，你说我，哎，真的吗？对了，啊，好吧。林浩好像又没起床，切，真是。喂，哼，一会儿你就知道。我们走吧。又到了像狗一样给主人表演祈求骨头的时间了吗？这种事就交给安东做吧。没人能命令我，就算是院长。可是，放心吧。那这才圣诞礼盒就交给你了。快来帮我看看。
看起来还是以往每年都会在圣诞节前。哎呀，训练就要开始了，我先走了。明晚的圣诞舞会，你们可要记得提前找好舞伴。训练要迟到了，快跟上我。林娜塔，你是故意的吗？抱歉。真是个安东，算了，这些人根本就是傻瓜，你们快过去吧，院长在等了。